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《迷你世界》。这一期由卢姐姐一个人来完成这一期的那个什么超自然跑酷，纯自然跑酷。这图应该是全部都是那种靠自然景观形成的那种。我们看一下，掉下来用传送卷轴。好的，先吃点东西。这是一般跑酷渣必备的，就是先吃点东西。我是不是暴露了什么？好，纯自然跑酷，吃一点蛋糕，补充一下能量。哇，这边感觉好美呀，有一种那种，跳两下。一般就是有啥用啥的那种感觉，跳跳啊！我点了什么？可恶！这个回声卷轴拿在手上也不行啊，回声卷轴不行啊，拿在手上不能拿啊！好，不行，我要换个东西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会不会把这些回声卷轴用完？哦，吃个鸡儿不就行了吗？真的是哦，好傻哟！吃个鸡儿不是跑得快了吗？这个其实看起来好漂亮啊，是吧？就是周围都是，感觉跟自然的一模一样，就是自己长成这样子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Shift 走，按住。这一关有点难，但是可以过的。哦吼，还行嘛，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就是跑的时候得拐个弯嘛，还可以 ，OK 不？好了，别这样搞我。冰，哇，冰的世界，你们看这样看，哇，还有熊，还有这是什么？爸爸熊，还有熊。吓死宝宝了！这边能推我，那这边是啥？这边是一个景观，不应该看那边皮了。小心一点，不能被打下去了。小心一点啊，还是要小心过了。这个应该是我上面，哇，你看它这个全都是，就是一个东西，沙漠，还有一个沙漠小商店。是个烤全鸡，这样跳起来就简单了。这不算我作弊，对不对？他给我的，你说他给我，我能不吃吗？像我那种菜鸡儿，不给我点东西，我怎么能和你玩？哎，简单啊。但是他做的，你看，哇，就是不能切换视角。红树林，在红树林里面跑酷，然后旁边还有这种小瀑布，是不是跑起来很舒服？啊，就是掉下来有一点疼啊。像我这种跑酷跑得不咋地的，好怕呀，整个人都在发抖，可不可怕？这边能走吗？爸爸，
恐龙打我，真的。我已经用了50多个回声卷轴了，这回声卷轴你还不多给一点？噔噔，好高啊！好高啊！好高！哎，可以可以，这边。过了吧，虽然有点恐怖，有点高，但是不过左边的简单一些吗？哦，左边很难啊！这他说有作弊通道吗？哪有作弊通道？这里是困难模式哦，这边是按着前行，对。这里是简单模式，我就不那个了，我就不什么不怎么不怎么不献丑了，我不做不走那个困难的那一关嘛。哈，按的 safe 有用哎，这得吃口鸡儿。真扎了我的屁股，这是要我下去飞啊。哎，这操作可以吧，就是要我找开关。哇，跑酷加解密角落里先找一下，角落里没有，那就这里找一下，这里也找一下，没看到，还是要用肉眼观察一下的。哎，身上有开关吗？没有，这里呢？没有，需要找钥匙，是的呢，在这儿吗？这里有没有？这里也没有钥匙。哎，看到了，可以。哎呀，还好，不是很晚看到的，没有很久。啊，哎，他别打我！啊，别打我！他，嘿嘿，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没了吧？没有了吧？哎呦，嗯，跑反了，好尴尬呀！用了一个，真的是我用了一个那个什么，过分！你说过不过分？我直接是给我那个了。哎，点一下，哇，真的这个好那个，吃个蛋糕，把这些吃的都给我吃光，把这些蛋糕吃光，不给后来者留下一块，这就是我的，是干嘛？这有贴纸是不是有啥传送？应该是要跑地下的，哇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你吃吗？你张着嘴巴，你要给你一个长条面包吃吗？这边爬藤蔓，哇，地下世界爬藤蔓，头回来到地下世界爬。哦吼，哇，这个大环境真的是不能死了。从这里能上去啊？上不去也没办法，只能重新再走。
在没有有没有复活点？这个刚刚没看到复活点。按着一个方向，然后先爬上去再说。先摇几个星星礼盒。这可以跑边边跑。哦，这个有点难的。勇往直前，这个环境只有我一个人有点恐怖的，像我这种胆小鬼的女生，然后那种柔柔弱弱的女生。嗯，哦嘿呀！掉下来了。哎，其实不用，我刚刚不用回城的，我这里可以跑。呜呼呼，他这个作者说他测试了，有点疼。走一边，不走那个捷径的那个方式。这边难一些吧。啊！我其实想跳到那里去的。看看这边，这边也挺难的。看，这边也挺难的，蛮难的。可能对强国来说就很简单，两下嘣嘣嘣嘣就给我跳过去了。我还是略微的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的。就是有一点点菜。
下了，其实这个上面这个还其实可以过的，只要不乱按。他说有一些地方需要向前跳一下，我先走这边吧。嘿，这个不用。说的是这个吧？这个要向前跳吗？啊，是的，这个要向前跳。回去重新来，重新来，加油！这个还有多久啊？前面应该还有很长吧？哎呦，好疼啊！疼死宝宝啦！Let me see you, Dicky, Dicky. 加油！嘿！啊，不行，我放弃了。我真的，我放弃这一关了。这一关就是太难了。其实也这一关也不是很难，但是它。就是很多加在一起就很难了，而且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。等我上来给你们再看一下这一关。其实上面那一关不难，就是我自己没有找好那个诀窍。好吧，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